家这个双座啊，就是驾副座，就是或者是半驾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手印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根，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e de so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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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 Baba, baba, maya, la, ah, ch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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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乐乐一一哦哦啊嘎坎嘎坎啊咋咱咋咱呀咋咱咋咱啊咋咱咋咱啊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嗯耶达玛耶达扎巴巴耶登德克达坦嘎多哈呀安德登克扎哟努罗达耶奥巴德玛哈玛那阿索哈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 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人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长的公爵多半跑了选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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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迎接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摄意啊，就是摄意。如除肺枕油，则属冲火神。何故诸尘恼？何故上合人啊？就是何故上合人？像这个宗旨呢，就已经这个中介就是前面的这个意义。我们前面呢已经这个分析了这个甘肃的这种这个快乐的本体，痛苦的本体就是。这个色素的本体啊，就是都主不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进行分析了。然后呢，由这个降呢，就是这个甘肃这人物和法物呢，就是到底这个存不存在？尤其是人物方面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这个我是存在的，就是我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也降了。特别是这次呢，我们降了这个所谓的这种树啊，就树的这个印。
啊，受的印呢，就是通过借助而得到的啊，就是通过啊这个借助而得到的。那么这样以后呢，我们前面已经就详细的观察了，就是这个除呢啊，就是啊没有的啊，就是并不是六除就是六经里面的除，就是指的是。这个五种根识或者是六种根呢，就是对这个六种记呢，就是没有这个借助。既然没有借助的话呢，就是那不可能就是产生经和这个根呢啊，就是相遇而得到的这个事物啊。就是、这样一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这个观察得到这个除没有呢，就是这个树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种处或者人们。想象的这个接触呢，就完全是一种分别的，也是一种这个假立的。那既然是这个处不存在的话呢，处当中这个所产生的快乐和痛苦啊，比如说别人就是语言就是刺伤我的这种痛苦啊，或者别人呢就是通过语言来赞叹我的这种快乐，那这些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心跟这个外面的这个语言呢，从来都是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的话，怎么回事啊？让这个获得就是产生呢，就是绝对也不可能有的。因为如果它的这个种子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话呢，那产生过也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生女的儿子呢，就是也这个也有降生。那个事件的儿子就是有这个过失。如果说是这个因呢、就是他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完全是这个虚假的话呢，那就是产生的真实的果呢，也是没有的。我们以前那个学过的《中观宝满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这个虚妄之种子所生气能证，就是虚妄之种子所生气能证，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虚妄的种子呢，就是所产生的，难道怎么会是正的呢？就是正的过程怎么会产生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这个虚妄的一种这个这个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处呢，就只不过是分别人假立的，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本体。那这样的话，这样的因缘当中这个所产生的爱也好，或者是痛苦也好，或者我们平时的一种这个心态，就是无极的这种心态，就是怎么会这个产生呢？就是绝对也不会这个产生的。因此说呢，就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啊。大家就是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呐、就是每天都是这个忙忙碌碌，就开始这个追逐啊、奔驰啊，这些是有什么用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无非都是这个寻找呢，就是这个快乐。那这些这个快乐的因呢，就是所谓的处没有的。如果这个处没有呢，就是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果啊，就完全是一种这个虚无缥缈的，就是没有这个实有的啊。就是所以说呢，就为什么这个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日日夜夜呢，就开始这个寻找、追求实际上人们呢，就是所承认的这种这个快乐。那这种这个快乐呢，好像是这个看起来都是很美妙的啊，就是像那个获得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也是得不到的。就像是梦中的皇宫一样的，就真是你要去寻找的话呢，就是也是得不到的。《三摩地王经》当中吧，就是譬如又同你什么这个野我梦残子，神行似有情，诸法亦复然，就是有这么一个校正，就比如说这个童女呢，就是晚上这个睡觉啊，就让做梦。做梦的时候呢，就是降生就是非常可爱的这个孩子，但后来呢，就是不小心就是已经这个死了，就是或者说遇到一些这个就不幸的事，就是而这个死亡。当他死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童女就非常的这个伤心了。当他降生的时候很高兴，后来死亡的时候很痛苦的。但其实呢，这种快乐和痛苦啊，这两者都是只不过是做梦做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虚幻的这个想象而已，就是他的这个分别念而已。真正用真正的智慧来这个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本体是绝对也是没有的。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如果觉得就是这样的这种快乐是真实存在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其实我们寻找的这种快乐，要是真正想找的话呢，最好是就是找到这个大乐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乐的话呢，那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想象的那种这个假象啊，就是这种假象呢，就是绝对不是在我们这个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另一个地方呢，就是你让这个找到这一切诸法的真正的这种这个思想的一种这个快乐啊，就但是呢，很多人都是误认为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假象啊，就认为是这种快乐，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
下一个宋词的话呢，就是像那个观察这个树的这种过啊，就是它是这个本体啊，然后这个因啊、过啊、对境啊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像这个树的这个过，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包括在色意当中。那么下面呢，就是像这个若见巫术者亦无也无是宁舍，见此色性亦云何爱不灭。那么就下面就是应该了解，就是通过这个以上的这个观察就是就彻底的这个通察的，或者是这个明白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术者就术者呢就是不存在的，就这是我们前面就是这个抉择人无我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身体不是我的种种道理呢，就是知道就是人们就是经常执着的这个无我呢的确也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从实践法还是从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观点来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甘肃者的我呢就绝对也是没有的，就这不过是名言当中一种假象而已存在，但是这毕竟是假的就真实的这个存在呢是在这个名言当中也是可以说是没有的，就是甘肃者的这个人我也好，或者说是甘肃的这个者就心识就是这个让宁肃者的这个心识呢，就是绝对也是没有的就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既然说是这个甘肃者的我不存在的话呢，依靠我而甘肃这个对境呢就是快乐、痛苦，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所得到的这个外面的种种的这些这个感受感觉呢，就是绝对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就是发现到就是这个感受者的我不存在，所感受的这个快乐、痛苦的本体也是不存在，以及你彻底的这个见到了这样的这个情形和这种这个状况这种状况以后的话呢，那么我们是人们呢，就是平民的或者是世众呢，就是所追求的这种爱就不管是对这个财物的这种贪爱也好，或者是对这个人的这种这个爱的执着就为什么是不会熄灭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熄灭的，因为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爱呢，就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这个基础上呢？建立在一个这个接触，然后这个接触呢，就是依靠这个接触呢，就是产生这个快乐，就是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实践的一些这个爱情呢，都是每一个人的是像就是获得了这种一种这个快乐，就每一个人呢，就是在自私自利的这种这个除恶的这个心态上呢，就是想建立这个追求一个快乐，就是除此之外呢，没有一个别的这个目的，就是并没有说是这个众生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他会堕落到恶趣当中去，所以呢，我爱他，就是我喜欢他，那这样的这个心态呢，就是可能一般的世人当中是不会有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明白，就是世间的很多的这种这个观念呢，应该建立在对他的这个执着上面，就是记得这个就是正法年初经就是正法年初经当中呢，就是也是观察这个数年初，观察数年初当中呢，也是有就如意正念心如是观于色就如意正念心如是观于色，其人于色不能气不能乱气心就其人于色就是不能乱气心，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正知正念和智慧来就是观察，就是对这个色法也好，对这个数法进行这样的这个剖析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对这个色爱，就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人的这种色爱和对人的这种性的爱，那这种这个爱呢，就是不会就是扰乱他的这个性，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抉择这个甘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甘肃的这种过呢，就是快乐呢，就是实际上是追求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的这种弹指呢，也是指在生意当中是不存在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如果对数年处学的比较好的一些人的话呢，那么对这个自相续当中的就比较可怕的这种贪心贪心的话呢，就是也很容易这个对峙的。就如果你对这个熟知和说术的法全部呢，就是了解为这个空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术所带来的这种这个爱的贪执就怎么回事不会这个灭尽呢？就是全部会灭尽的就是全部会灭尽的。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境界呢，就是会有所提高。
那么下面就是讲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数的这个对进了，就是数的对进，所见或所处，心皆如梦幻。那么下面是那个甘肃啊，就是甘肃呢从它的本体上阴方面过方面都就前面已经这个分析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讲那个甘肃的这个对进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些人可能这样想，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说了，这个书的本体啊，就全部都不存在的话呢，那简文句子都是不是全部没有啊？就是有这种这个怀疑。简文句子呢，我们还是纵观来讲也是不会破的啊，就是不会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体上呢，就是确实也是甘肃这没有，所述的快乐痛苦都没有啊，就只是用真理来这个觉知，就这些都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综合呢，在迷迷糊糊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像这个如梦如幻般的现象呢，应该是有的。就是所见啊，就是所见呢，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就是所见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色法，白色、红色、蓝色，也就五彩缤纷的境界呢，外境呢就是都是这个存在的。然后呢，就是最后我们这个五境当中的最后的这个所处啊，就是身体所这个借助的这个外面的这些出去啊，就是不管是粗暴也好，细弱也好，就是这些寒冷啊，就是这个酷热当当，就是这些呢，就是也是这个存在的啊，就是中间呢就是还有这个就是三种境啊，就是三种境，就是相位处。身相位啊，就是这三种这个这些对境的话，那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那么他们存在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他们的这种本性呢，并不是这个实有的，也并不是自行成立的，也不是呢就是永远也是就是不能这个折破的啊，就是经不起观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现象。就像是就虽然就是现象，但是呢就一经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这个会熄灭的，就像这个水泡或者阳眼碎在这里面讲的这个现而无自性的入梦入幻当当当，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境界，这种境界呢，在我们这个面前呢，这个对境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所以很多法师就是经常引用的这个《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全部是这样的一种本性，就是不仅仅是这是这个外境呢，就是是这样的这种本性，就是而有境不是这样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这种外境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如梦幻泡影一样的。
在这个孩童的时候呢，对这个玩具就非常的这个执着啊。那现在就是已经年纪大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玩具啊，就是一点都是不会执着的。甚至我看见两个小孩呢，就是在那边为了这个玩具而这个争斗的话呢，我就可能就是很高兴的笑，就是，就觉得是啊，两个小孩呢，就是或者是以前我们这个玩具的话呢，一般的这个石头啊，就是木头啊这样的。现在很多孩子的这个玩具啊，我们经常看见就是什么那个小飞机啊，就是你一些孩子的话呢，就真的是那个小飞机呢，就是认为是真正就是他有这个有一个飞机，就是是美国波音公司这个得到的，就是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们为了这个小飞机而哭的时候，我们就是大人呢，就是看到就没有必要就是哭，就是为什么这样哭？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范夫人呢，真的对这个外机呢，就是特别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呢，其实在尊者的眼里的话呢，就是这是非常这个可笑的一件这个事情了。所以呢，如梦如幻的这种境界呢，对我们来讲还是这个料子这个很重要的。当然在这里呢，就是讲的是那个对境啊，就是对境的。其实呢，就是这个性呢、啊。心或者是说他自己的本体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如幻如梦的这种这个教验，就是比如说这个宝积经呢，就是宝积经里面呢就是说是实心如化遍及不实啊，就实心如化遍及不实，有分别故数种种胜啊，有分别故数种种胜。所以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性呢，就是实际上是如这个幻化一样的，就是没有就是真实的，它是编辑的，不是这个实有的。因为有了这个分别的原因呢，就是快乐的这种感受，痛苦的感受，快乐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啊，今天就是我看见了很好的东西啊，就是如何如何如何啊，我今天耳朵听见了，哎，这个歌声可好听了，要不要你再从耳机里面再听一下？你看那个人唱的挺好的，我都受不了这种。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外机呢，就是就产生了种种的这种这个分别念和感受，就是有些呢就是就开始痛苦，也是就各式各样的，就是感受的痛苦各式各样的。所以呢，无论是在心方面也好，还是在外境方面呢，真正的这种这个快乐和痛苦呢，就是这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假象。下面呢，就是是执着不常念啊，就是，这个执着不常念呢，就是从幽静这个受他自己的本体上面来进行分析的啊。于心俱生故，孰非心能见？何年未能也非能疏心浅？不能自理，那也非他能疏啊，也非他能疏。下面就是说。那这个这个有些人呢，就是是这样想的，就是外境的这种这个幻化般的这个外物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这个
甘肃的这个姓呢、啊，就是姓他自己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应该这个存在吧，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是甘肃的这种这个姓呢、啊，能说的这种姓的本体是存在的话，倒是那么就是可以就是就是这个兽也是存在，或者是姓也存在，可以做。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三种时间来进行观察的话呢，那么这个兽的这种有井的这个本体啊，就是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那么不存在呢，就是通过几个方面来就是观察，就是一个是这个姓和兽呢，就是是同一个时间当中这个存在呢，就是还是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干数。我们就是下面呢就是进行这个分析。那么第一个，如果你认为啊，这个性与这个甘肃啊，就快乐和这个痛苦呢，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的话呢，那就是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因为那个性和数呢，就是不可能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当中毫无关系而这个产生的，毫无关系而产生呢，没有这个关怎么说啊？就是他们之间呢，就是没有观念，就像是牛角一样的。那牛角一样的话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快乐和，然后你属快乐的这个性呢，如果是同一个时间的话呢，那这个快乐已经产生完了，就是那个时候你冷凝属的这个性呢才产生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需要就是就不需要就是执着它啊，就是不需要就是执着它。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之间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关系，就是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巨肾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这个巨肾的缘故呢，就是树呢，就是并不是这个能减的啊，就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智慧来去观察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快乐呢，在心里面想就是我这么知道快乐呢，就是应该我用心来知道我快乐。那么心来知道快乐的话呢，有没有一个快乐的东西和还有能知道它的一颗心呢，就是有没有这两者？如果有的话呢，就是应该最好是他们两个同时存在。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呢，当我知道就是我今天特别快乐的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那个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心以外，就是没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快乐就是放在哪里啊，就是没有的啊，就是就像我们快乐呢就是放为一个物体一样的。然后这个这个性呢，就是在这边金子一样的，然后金子里面就是照的这个什么这个屋子的印象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两种物体就聚集在一起呢，这种这个情况是这个没有的。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同时不存在的话呢，那是不是非同时啊？非同时呢，就是也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如果是你的这个快乐的这种感受是这个前面啊，就算是过去，然后这个能知道他的心呢，就是作为这个现在，就是用现在的心来就是了解这个过去的这样的这个受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因为这种这个心态呢，就是其实是这个不能凝数的。为什么不能凝数呢？前面的快乐呢，一刹那就已经灭完了。当他一刹那灭完了以后，
合的话呢，那么就是后面的这个心呢，就是能这个执着它，能干涉它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个受就是受呢，就是已经变成了侍女的儿子，很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差别的，就是所以呢，对这个过去的这个受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能了知的。那么你像是这个受呢，就是作为这个未来的东西，然后呢，我用这个现在的这个心来了知它的话，那这也是不可能是，因为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受啊，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快乐痛苦的话呢，就是还没有这个产生，还没有产生的话呢，你怎么会是用这个现在的心来就是想了知它呢？就是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呢。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产生呢，你还可以了解的话呢，那空中的这个现化呢，你也可以这个品尝它的这种这个味道啊，或者说是你就可以这个就用眼睛呢，就是欣赏它，就是就这些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这种这个方法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凝受方法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对的。然后如果我们像那个所谓的这个干涉呢，就是通过别的方法来，就是有点的困难的。但是自己就是凝受自己啊，这样想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干涉呢，就是其实是他自己是一种这个心态啊。那这样的这种心态呢，就是怎么会自己了解自己啊？自己了解自己的话，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前面就是就讲那个自证的时候都已经讲过啊，就是任何一个物体的话，那就是自己了知自己啊，这样的这个实有物体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没有的。自己凝受自己呢，就是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然后如果自己不能凝受自己的话，那就是那么用一个其他的法啊，就是其他的法来，就是能不能就是凝受它呢？就是这也是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其他的这个法来凝受的话呢，那中间呢就是需要这个其他的这个另一种这个法了。那另一种法的话呢，再需要就是另一种法，就这样的话就已经这个变成这个无穷无尽了啊，就是有这个无穷无尽的过程。所以说呢，就是你这样的这种这个推理方法呢，就是也是完全是不合理的。这样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未来、过去、现在，就是三个时间来这个进行观察，再加上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凝受呢，自己和他就是他体的这个法来能凝受，这样一合啊，通过方方面面来观察呢，就是最后真正的这个凝受和凝啊，就是绝对是这个不能成立的。毕竟无数者古书非真有，谁言此幻术能害我举。通过我们这个医生啊，就是不惜不摸的已经分析了就是很多的道理，就是最后呢就是也完全就是明白就是终究这个作者啊书者呢就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个书者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这个所凝受的这个快乐痛苦啊，以及呢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这种这个干涉呢，就是没有的啊，就是就绝对没有的，就不是这个真实的。这样一来呢，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快乐，就是怎么回事能得到这个利益呢？啊，就世间的这些如幻幻般的这些快乐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没有什么就是真实的这个利益的啊，就是利益
这也没有的，然后做礼仪的这种这个快乐，就这些也是是确实是没有的啊。以前在那个就是正法年初经呢、啊，正法年初经当中呢，就是说了啊，如实灌输不减不舍，如实灌输不减不舍，空无所有啊，就是不减不舍空无所有。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观察呢，就是完全明白，就熟者也没有，感受也没有。那都是这个不见不舍的，如这个幻化一样的，就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怎么会是有这种这个快乐呢？怎么会是用这个顺海，用什么这个痛苦啊，或者是用别人的这种这个伤痕，怎么说啊？就是有不愿意的这种苦楚呢，就是伤害我们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啊、就为什么是没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己的这种我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前面也是分析呢，就是已经跟随你的儿子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是真正观察的时候，你再聪明也是照不到自己啊，就是最后呢，我相信人和人也是有明智者呢，就是会照不到的，就是只不过说我们都是一种这个迷乱的这个现象，就像一群这个疯狂者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每个人呢就是去这个制住我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的。那既然所谓的这个我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特别担心呢，就害怕就是受苦啊，就受什么样的苦啊？受这个饥饿的苦啊，受这个恐怖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受这个饥寒交迫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别人的这个镇压，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甚至这个睡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啊，就是山上修行的有些人的话呢，会不会就是有些人窍门啊，就是会不会这个好像在外面就是这个听到一个叫应声的时候呢，是不是来了一些强盗啊？就是很多的这种。这种控股，但是这些控股呢，只不过是一个这个虚幻的而已。真正的这个所谓我不存在的话呢，在我上这个加害的这种痛苦啊，就绝对也是没有的啊。就是所谓的我不存在呢，就是我相信我们也不用就是想，就已经这个前面也是已经分析过很多。如果我没有的话呢，就是依靠我的这个痛苦啊、畏惧啊这样的这个烦恼也是绝对不会有的。而且这是我们这个以事实力啊来这个完全的是可以这个。抉择的啊，就这是完全可以抉择的。但是我们这样这个文史的时候呢，方如意宝也讲过，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对我执啊，就是非常的这种强烈。但到一定的时候，文史已经这个究竟以后的话呢，虽然有一些这个执着，但是这种执着呢，不像我们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文思的时候一样的，就是你稍微对这个空性和无我有证悟的话呢，那种这个执着和痛苦呢，就像是这个春天的风啊，虽然是这个挂着，但是呢就不像冬天那样就是刺骨的，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种这个物质呢，逐渐会减少的时候呢，就是烦恼呢，就是也不会这个摧毁你的啊。龙目菩萨也说了，就是我法有也，我时时众不成啊，就是我法有也，我时时众不成，无我住烦恼，有我也不成啊，就是因为这个我法呢，就是始终是没有的。如果我法没有的话呢，就是无我的话呢，所有的这个贪嗔痴啊、恐怖畏惧啊这些这个烦恼和过患的话，你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就是什么片都不是，不能堕于这个极端。因此呢，我们这个三界轮回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可怜众生的话呢，对自我就非常的这个执着，然后以自我执着的原因呢，对自己的感受呢，就是也特别的去这个在乎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就是痛苦而寻求呢就是快乐，在这样的一个性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是欢带欢喜这样的这个心态当中呢，就是就一直这个从这个怎么说，就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呢就是就已经这个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奔波，就是但是我们真正通过这个中观的分析方法了解这个事物自性的话呢，那很多的这个分别妄念呢，就是会这个自然消失的。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